4号，第一时间选择报案，请检察官来相验，就是为了替我先生找出公道。希望台湾的检察机关、司法机关可以还给被害者、被害者的家属们一个公道。其他的结果我就不再方便透露，非常谢谢各位。其实你有说，就是吃了葡萄之后就是非常不舒服，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当时回到家的情况。这方面的结果我就不方便再另外再透露，希望一切走上检查流程还有司法的流程。那先生他当时的状况，谢谢，辛苦。